幸福。你明天回门的东西都弄好了，要不要看看去啊？不看了，你们要带啥带啥吧。先来你看看去。我知道你怪我骗了你了，我当时也是实在想不出啥主意来了。你看老话说吃亏是福，我那会儿刚过来的时候也是遇着事儿想论出个长短来，过起日子来就明白了，老话为啥这么说，传了这么多年下来那都是有它的大道理的。我不明白这有个什么大道理。为啥老人这么说呢？那就是吃了小亏就不吃大亏，吃了明亏就不吃暗亏。这个事儿给撂到台面上了，人家不管人家是咋说，人家是书记，他就是这会儿认输了，往后他有一万个法子让咱家过不好。到那时候咱家天天的日子不把心拎在嗓子眼上过呀，还过啥？妈，我还真不明白了。这还没发生的事儿为什么就当真了呢？那说不好万传家知道自己错了，他以后就学好不干这混账事儿了呢。哎，行，幸福，算我话多了。你看啊，明天你就回门了，回去你问问你妹妹，看她咋想的。好不好，这件事不管咋说他才是正主，是吧？行，我回去问问我妹妹。你爸走得早，我也没带啥烟酒，这些补品给你妈啊，拿回去孝敬你妈。嗯，谢谢妈。哎，那个有德，你去到那个后院拿那个腌的大猪蹄子拿来，快点啊。哎，这一家人不像一家人，啥时候是个头啊。那不说了，那个回家给你妈问个好啊。哎，小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上班啊？你哥哥嫂子回门，这不是？哎，这死丫头咋了又？这抽啥风啊？不理他，惯的。哎，给那，慢点啊，青兰。嗯。看着大客车啊。啊。我们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快。走了，走走，赶紧赶紧走吧。好啊，大嫂子，大白哥。慢点行啊，哥，慢一点儿。庆志啊，你哥大事儿这就算完了啊，接下来该你的了啊。你看城里这么多的漂亮姑娘，你就没一个看顺眼的？哎，要是有提前告诉我啊，妈好给你准备。